如果你想哭的话，就痛痛快快地哭出来，这样会好一些。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真的对不起，因为我害得你。不过雪清，他毕竟是你的爷爷嘛，也许他只是一时之气。等他的气消了，你再哄哄他，他会像以前一样疼你的，啊，对吧？江山，我爱你。先生，您等一下，这有一份您家的快递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对了，麻烦请您在这儿签个字。树玲，树玲，他上街了。哦，爸。你妹妹怎么样了？恢复的还不错。哎，这舒玲去哪儿了？哦，该做饭了。我让她到超市退东西去了。退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不就是那些营养品吗？我这一病啊，咱们家快变成超市的营养柜台了，不让她去退能行吗？哎，我都跟您说过多少次了，您留下来慢慢吃呗。嗨，你呀，你呀，你什么时候见我吃过那玩意儿啊？啊？啊，对了，江海啊，嗯，医生说你妹妹什么时候拆石膏啊？大夫说也就是这一两天吧。哦，哎，爸，您小心脚下。嗯，江海，嗯，谁给你来的快递呀？不知道，刚在门前接到的。干嘛去了？我去了趟超市，正好碰上我妈，就一块回来了。啊，哎，爸。嗯，您这是看什么？这不是你买的电视剧吗？我没买啊，我什么时候买的？哎，那是谁送过来的呀？嗯，看看，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雪清，爸，你们这个当爹妈的，我怎么跟你们说的？你们就是不管，出事了是不是？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跟这小子到底干什么了？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早就说了，许强生他就不是个好东西。爸，你非得给我，非得给我丢人现眼，苏家的脸都丢尽了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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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追去啊！快去！雪清，雪清，真是，混蛋！雪清。
哎呀，你还看什么呀？那边快！妈，爸，女儿不孝，来世再服侍你们。雪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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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那儿，快！雪清，孩子，你怎么样？孩子，雪清啊，孩子，伯母，你怎么样？孩子，孩子。雪清，雪清，雪清，雪清啊！快别说了，送医院吧。雪清，来，快叫救护车，快来急救中心嘛！来，急救中心嘛！你们快来呀！状元就江边，对对对对，这种光碟谁拍的？这么做太卑鄙了。那重要吗？啊，重要的是你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。师父，师爷，我什么也没干呢。在事实面前你还不承认？许强生啊，许强生，拍拍良心，我们苏家哪一点对不起你啊？你骗了配方，又骗雪清的感情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师父，师爷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那天雪清约我出来，情绪非常不好，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后来雪清告诉我，说她挨了爷爷的打，我心里非常的内疚。我想，因为我害得雪清在家里遭受这么大的误会，我想安慰她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雪清她抱住了我，哭个不停。师爷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要是再残忍的把他推开的话，我真的怕出事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知道吗？雪清为了你跳河了。什么？雪清跳河了？师爷，雪清现在在哪儿？别管他在哪儿，我问你，你小子，你到底喜不喜欢雪清啊？啊，师爷，我跟雪清只是好朋友，其实我早就跟芙蓉相爱了。我怎么还会去爱雪清呢？许强生，啊，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拒绝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早就爱上芙蓉了？哎呀，哎，雪清，雪清，你许强生，你马上出去！你又不是苏家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说话？他当然有资格。是他救了雪清的命。我明白了，就算你追求雪清，你也不能做得这么卑鄙。这莫名其妙嘛。